橘子，奶奶喂你吃好不好？奶奶，我可以自己吃的，不要喂的。你看人家宝宝，又是看手机，又有奶奶喂，你阿羡慕啊？嗯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肯定会羡慕。有道理。来，奶奶给你吃。不用的，奶奶，这点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的。你穿这点的啊，冷啊，奶奶给你多穿两件。不冷啊，我可不要再包成圆咕溜丢的球的了。奶奶过来几天啥事都没有帮到橘子，让奶奶给你洗个澡吧。好吧，谢谢奶奶。